我再看一下我的歌单啊，我会唱的歌很多，其实。我再看一下下一道的这个题目是什么。这也是我偶像的歌，我刚刚讲了两个偶像，一个是谁？女生。好，那这首歌就是来自潘越云的，然后应该是童安格写的，对，歌名叫做《夜色》。在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在台北一家叫做竹富斯店，他现在已经收了。大概是1994年到2006年的时候，我跟四位就是在竹富斯店的这个Lab Band 一起磨练了一段时间。所以第一次演唱这首歌是跟这个乐手一起合作。那现在呢，因为沦落到一个人了，享受到一个人的感觉，所以我就自己吉他，自弹自唱这首歌，叫做《夜色》。觉得讲当然的时候，像阿潘姐，当然，
慈祥，慈祥的歌，这是我们彼此懂的，好不好？稍微说话一下，现场朋友是住在台东的，请举手。哦，其实也不多哈，请放下，谢谢。那不是住台东的，请举手。这么多啊！哎呀，请放下，谢谢。啊，那这样的话，这个民国七十年是1980年代之后的，请举手。哦，好，请放下。八零年代以前的，请举手。哎，真的比较多，请放下，谢谢。有90年代以后的吗？没有，好，还有啊。问那么多，问那么多，其实还是没有要影响我。就是，哦，原来啊，大家从外面来台东玩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吗？突然打击了，来参加三铁的吗？啊，真的有的啊，请放下，谢谢。
什么？哦，对了，今天这个做这个做普悠玛的时候，有这个单车男孩，对，他本来要跟我们换位置，但是我没有换，不知道他有没有来，因为对啊，因为朋友都住在一区啊，那我们就答应他帮他看着车子，因为他很担心放那边会不会妨碍大家这样子。哇，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健康的人呢，哈，但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好不健康这样子。就是最起码应该也要去公园走一走，对不对？怎么样还是台东花莲的小孩子，哦，所以我今天来一定要多呼吸。现在呼吸是有氧气的吗？现在可能没有哦，那早上好了，好。可是我小的时候，我就很有灵性了。我在看大海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人很渺小，所以呢，那时候就嘴巴就对着海说：“哎呀，所以不要计较什么，不要追求什么。”我高中的时候啦，因为我高中念花莲女中，我们学校后面就是那个太平洋这样子，所以那时候还会去那边走走这样子。那所以我觉得大自然是会教我们一些智慧的啊，我们自己去体会这样子。其实最近呢，比较有机会去这个医院，陪伴朋友这样子，就觉得真的人生其实好像就是和朋友跟家人一起共度，享受所有的一些快乐，一些悲伤，一些苦涩跟甜蜜。所以呢，每天都要经历的，大声的唱，大声的笑。我以前呢会觉得牙齿不好看，就不敢笑，嘻嘻嘻。然后因为我弹吉他嘛，我的左右手的那个手指啊，会不太一样，因为这只手要压吉他嘛，就会比较压迫，对不对？所以它长得会比较丑一点。说实在，那我就每次面对人的时候，我有时候都会这样是什么，就会不好意思露手指。啊，现在我就很大方的露了。怎么样？这是民谣女歌手的手指头嘞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有努力啊，有努力。Sometimes 会有代价。哎，我有没有讲错？没错嘛，哈，有对吗？有时候有努力不一定会有成果了，但是那个过程都是一个很棒的学习。Hello, darkness, my old friend. I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because a virgin softly creepingSee why I was sleeping, and the visions that were planted in my brain still remain within the sound of silence. You in the streams I walk along, narrow streets of cobblestoneI'm not afraid to die.
上。